阿娘，多谢你愿意体谅。我是要做你太太的人呢，互相体谅本来就是应该啊。虽然我可怕多原谅恁大姐，但我是真心希望会当平安无代志。自从啊咱两家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我真正无希望阁有任何人去受着伤害。阿娘，你想哪样？我唔知呀，我用我巴肚就疼。我等我想要逃。好，你小点慢些，我送你来病院哈。来来。我是来提大嫂的物件，我想讲哦，伊平常时啊，私人用品甲贴身衣物拢是我咧替伊准备的，我较了解伊需要啥，唔只来帮伊提。多谢你呢，啊那呢就麻烦你啊。阿爷，你是咧找啥？我先找看卖，到医生所讲迄个有毒物质啦，啊，掺一些化妆品啦，那个香水啊，迄拢是化学成分的，真有可能有毒啦。啊，嘛是有可能啦。啊，不过大兄，你有讲大嫂你食的物件，你拢有特别注意，敢是漏到去？去啉到无应该啉的煲汤，还是食到和大嫂的过敏的物件？哦，这点哦，我嘛是有想过啦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所以等下哦，我会甲餐厅讨迄个今日甲伊菜单检查看卖内底成分到底有啥。那恁你保养，我先来去病院。就等下。什么代志啊？你敢有看到这内底精油啊？哦，无啊，无看到。我会记得小轩这两天拢有在用呢。是讲你无说你收入去底下内底啊？啊，应该是无可能啊！啊，无我找看卖。大兄，我无找着诶。是哦，过我看卖咧。怪咧，啊！迄罐精油到底走倒去啊？啊，对啦，大兄，我有听大嫂讲哦，伊自从有生了后，伊的嗅觉甲味觉拢甲较早无同款啊。啊，伊今嘛无介意迄罐精油的味，就可能摕去淡掉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搁找看卖好啊。你先去病院啦，再个麻烦你咧。